最近赌王千金何超莲就被人影到同窦瑶激吻，继而公开恋情。呢日超莲讲起男友都好怕丑啊，但系妈咪三太见到啲相咁激，又有冇吓亲呢？我系一早同佢讲嘅，因为咧喺知道啲相即系网上面开始流传嘅时候咧，我就已经同我妈讲咗噶啦，即系话有心理准备啊，俾人影到啦咁。咁佢都 OK 嘅。母亲节就嚟到啦，会唔会乘机带窦瑶见下家长啊？之后先算啦，如果得闲会食饭咯，但系之后先啦，即系都未有咁快，系咯，佢都在做紧嘢。不过前男友邓紫棋就竟然呷醋喎。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唔系呷醋咧，佢真系纯粹系佢好投入自己呢个前男友嘅角色，因为佢毕竟做咗我男朋友都三年几四年。咁佢一路以嚟都係話自己好男友力 max 啊，咁而家突然之間就有男朋友出現啦，咁佢就覺得自己功成身退啦，咁佢就好需要有一個存在感咯，咁所以我覺得佢純粹係整蠱我。